随着时间流逝，荣民的房舍越近冷清，整栋大楼只住了十几人。每个月职工来访都是陈建群最期待的日子。何北北，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生日快乐！陈建群的记性好，能认出每位来关怀的志工。志工带了蛋糕帮他庆生，他许下三个愿望，除了健康平安，还愿慈济弘扬全球，救济苦难众生。哇，这个时间来看我，来给我做庆生，我做梦都没做梦噻，做梦都没想到的。太开心了，真的真的。陈北北独居，我们已经关怀他很多很多年了，那就像自己家的长辈一样，就像爸爸般一样。我会带你回房。结束庆生活动，志工一路陪着陈建群回房，老人家一坐下来，气喘吁吁。就会胀气嘛，胃肠肝胆，记得吃药哦。来，来祝福。与志工结缘十二年，陈建群还是很客气。两平大的小房间充满温馨暖意。带新闻之声美志工吕乔美、王静文台北报道。